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为您带来的《棋牌乐》栏目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为您讲解的是第四届孟百和世界围棋公开赛半决赛的第二局，由芈昱婷九段执黑对阵，许家杨八段。那么今天很荣幸，我们请到的讲棋嘉宾是刘晓光老师。刘老师好。你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给大家来介绍这个孟百和世界围棋锦标赛这个公开赛啊。是半决赛的第二局，也就是头一局呢，是这个芈昱婷赢了头一局，是，然后这是第二局，第二局如果是打成1-1呢，那么再下第三局，啊，所以我们来给大家来，介绍这盘棋，好吧？是，那我们先迫不及待地进入棋局。好，这个是芈昱婷黑棋，对，黑棋这样，白棋那个星位，对，这二连星，对，小目，小目，这个芈昱婷要稍微年长一点，她的棋力也在活跃的程度啊，比这个许家杨要年头多一点，是吧？芈昱婷她获得过孟百和的冠军，啊，也是一位世界冠军。对，那许家杨呢是最近的势头挺猛的，对，作为一位00后，现在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棋手。00后的棋手现在都茁壮成长。是现在比较活跃在一线了，所以我们来关注许家杨，以后也是我们的希望之星，点33，现在符合现在的这个定式啊，这现在都是点33，有33点的很多，对，然后他对，他这个也没顶，是直接拖的，对，直接拖的是这么下的。这个是，大家把这个有的时候称呼为是芈氏飞刀，就是说是芈昱婷最先下的多。反正这个现在研究的很多了，这个如果你搬下来，它这个顶了，长了冲断，这个很复杂，很复杂，特别复杂，要说起来，需要很长时间的说清楚。对。那么现在呢，它就单退的，它是不是你拖了时候，它就单退，单退。成了一个再爬比较简明的，他是就这样，白棋这两个大家谁都不先走，黑棋顶了也是正常，那白棋顶了他肯定会挡，这个呢都不愿意先顶，这个就很微妙了啊。然后呢，黑棋挂角，对，挂着角，对，这个是也是一种布局的很正常的常态，他是走的这个，他是飞起来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，这个也非常多见，他怕他飞压。也有尖的啊，这飞这个，好，这个是布局呢，这面都先告一段落，现在又往这面来。他是守了上边。这个黑棋落个先手之后，他是守的这个。现在这个是也很多，以前呢我们开拆这个很多是吧？现在都是守角守角，这个是比较多。第一就是选择都是下意识的会想先想守角。这是现在人呢是比较喜欢这样的，先把守到这里。我估计是走这个呢，也许怕点33之类的，也有可能。现在走成这样，然后呢，这个白棋呢，现在走着白棋，一看还是有一个角，就点了。是，要把这个实地都先看中。现在点33是个流行的定式。然后他挡的这个，这比较普通啊。对，然后他飞。现在这一面呢，他就没有不是这拖了，他顶了。顶了。挡住，然后他扳住，搬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啊。然后他们是继续。对，他就是直接长了，直接长，对，这个丁氏的继续是现在，搬了断了，这个又很都搬了断什么，这个很复杂了，现在是长啊是比较普通，那面也是长，这面也是长，各自都是选择了这个走法。对，这一盘棋上有两个一模一样，基本上对啊，两个角就下完了。比较一样，现在这个布局啊，这个。比较高深，跟过去这个真的都理念各方面都有所区别了。你看他走的什么要尖冲，对，这个比较高了。这个确实，刘老师一般想到这样的形式，这里有一排外势，多数分头，分头居多，分头居多。对，那尖冲一个也可以，尖冲呢，先试一下，你是走哪个爬哪个。这两个居多，也还有这个，这很多，这个就高深一些了。他是走的这个，对他贴的，贴了一个，贴了一个，然后呢，交换之后再来了这个分头，对，他是分在这里，这里，哎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分在这里，这应该他是有
特别的一个。哎，这个是一个叫做去向。去向是。去向呢，就是你，中间比较微妙了。这个分头呢，它尖冲一下分头，你理解能够有什么说法吗？这个是看着蛮有意思的，刘老师，因为一般走完了总觉得好像脱先被对方，比如说搬过来，你会下意识觉得亏了。对。啊，但是他这个虚晃一枪，不在那儿走了。这个呢，现在下这个很有意思啊，它这个是一种去向的下法。嗯。现在呢，他是走的这个从宽的一面来比。对，一般是然后呢，他是走的这个小差衣。这招是。也有走这个的啊。对。走这个，我想他可能会肩冲，就不是肩顶。要是一长，那他搬这个。他这个就吊子了是吗？这样的形状黑棋好。你这个有可能变损。黑棋他可能白棋怕黑棋走成这样，是，所以呢，他就小差一，小差一呢，你这是下一步这个比较好啊，所以呢，他是尖在这儿，对，那我这个子呢就不是在这里，然后呢他再来这个，对，这是一种下法，但实际上啊，这个棋啊，白棋还有好多种别的下法，比如说。这个棋啊，你要是这个先靠压也是一种选择。那我也要搬吧，刘老师。对，搬它退，然后呢，这个呢，先棋便宜掉啊比较好。可能是这样，就你这门先定型，既然打入没有了，干脆就上面压，这是就给对方了。如果是这样。你大概粘或者长，总觉得味道。长以后又断，那这样呢？你再比如说这样或者这样，这是一种选择。可以考虑这样的下法。这个呢也是一种比较这个分割的一种手法吧。现在呢，他是走的单差一，这个许家人单差一。被小尖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实际上还是应该再走。现在还是应该靠掉怕那个，他是单跳了。单跳实际上你现在就留给黑棋，黑棋要飞的话，会比较，是一个好点吧？对，感觉扩张起来了，黑棋一下。飞这个，你要不走，不走是不是您要穿啊？这样的话你不是比较麻烦吗？对，活起来很辛苦啊。对，你可再走的话，那我就被便宜了。不管你是走哪个，这我就便宜了一下了。对。这个应，所以他应该先压，就杜绝了他这个飞的好点。白棋最好是单压。直接就在这个。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压。他走了这个，然后黑棋呢也没有飞，他实际上应该飞一下，跳了再走别的。他没走，他走什么了？他是在上边。走这个。这儿那个也不顶掉。他现在觉得不着急，你顶他，他可能也觉得无所谓。他走这个是吧？也没有顶。他那个是什么时间顶最后顶的啊？对，现在呢，白棋再来靠，那反正这抢着了也好，那黑棋应该先飞掉啊。挺诱人的。他走的这个，然后他是长的，他是长的，他不是长的这个，他是长的这个，长这个也行，因为这个断，他想让你顶，然后我是长，这样呢，以后比如说这里有一个断呐或者点呐什么之类的，也有可能。也有可能是这样，所以黑棋他马上下一手棋他就补掉了，他走了，他就并了，并一个这样子，对，感觉也挺稳健的，稳健啊，他并一个，他们下的比较稳重，比较稳重，你要是这么就走一个并一个的话，反正白棋能走成这样也是比较满意，他不管怎么说先手走着，先手走着，先走着你白棋现在啊。他是跳了一个，他自己跳了一个，比较稳当，比较稳当，走后了吧自己都。其实你现在啊，你要可以考虑这一类的，这是比较狠的下法。把这个子彻底分断了。对，现在比较狠这个，你大概挖，挖这个地方有没有反击呀？这个虎这个，您虎，这是比较狠。我作战。这个就是你要冲他就往后退，就之类的。轻了，看轻，断了就打过来。这个人再说，已经便宜成这样之后，这样呢是比较狠的下法。
力量大，可以考虑一下这个。他是没有下这个，对，他直接跳一个，跳一个呢，这个是比较稳当。对，或者说这样的下呢，他可能感觉形势也不错。就觉得对形势还是比较自信。这样比较自信，觉得形势也很好。然后黑棋这个还没有顶啊，没有，他是走的这个对加过，这个是要不走是，这个挡下来就很大了，是吧？这个要该走了。他现在是加，白棋是在下边。对，这个大。这个好像是眼见的。其实这个一直是留着很大的一步棋，以后这个拖了，哪怕拖了连扳也很大。这本身有一个很大的棋，这个。对，所以一下涉及到目数和黑棋的安定。是，这个很大。黑棋长。对，黑棋长。白棋加。白棋对，在这个加，这好点。这样的话，攻着这两个黑子，然后在这个抢到这个点，这个白棋的，这个那就我就理解他这个想抢先手啊，走这面，也是不错的。现在这个行棋步调应该是白棋，还是不错的，因为他是要贴目嘛，这个他觉得这样，掌握这个全局的平衡。也挺好。就相当于他补了这个之后，上边和这里成为一个，他总能走到一个，他都能走着，这个全局的平衡，对，也是不错。应该是白棋这个时候还是一个比较满意、顺畅的一个布局，还可以。然后黑的飞，那个他是马上刘老师白棋补了，对对对对，走这个，对，这个是这个补一个。第一个是怕你靠下来，咱本身也是个好点，一波大气。我说走狠一点也可以考虑这个。贴，我现在应该也只有长吧。或者跳或者长。这个也是可以的，是吧？他走的。那您就要再长了。也可以考虑这样。是吧？这个是比较狠一点或者积极一点。但是他可能觉得这一爬这没多少目，他觉得没必要，他干脆就自动的走在这里。是他实战就是补了，我觉得还挺符合他这盘棋的整体一个风格。风格啊，就挺稳健的。而要是比如说我如果想效率高一点，比如说，这样是吧？那我是长吗？还是粘是吧？长。那如果这样，但是我最希望是这样。那我最希望是这样。这边也走了，那边也走了，那当然我是觉得这样是比较合算了。就能把这个地方多走几个，您觉得还是便宜了。他是走的这个高一点，对，他是照顾上面。对，照顾上面呢，他是黑的就顶了，顶一个啊，这他先手，这是他全力爬一个，爬一个，跳在这儿，这么个定型法。反正这面爬完了再贴这个，这爬掉也有好处是吧？如果单走的话，他担心什么呢？担心以后搬了什么断之类的，这断这个之类的。也有很讨厌、提前爬掉就没有这个了。担心那个是断这个比较断这个是有点难受的。吃的话，他能够给他拐吃住啊。对，好，他把这个爬掉。爬也是一步。好，跳，然后再贴着、但是这个形状啊，感觉上就有点拘束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就觉得黑的这样也能不满意吗？不够舒展。如果说想效率高的话啊，我给你说一下，我说点刺一下。这个应该是您的权利吧？我粘上。粘上，对。然后呢，我飞在这里。哇，会不会效率高一点？这样我就不这个不走了。反正你冲断我不怕。冲断您可以正好一打。那是最好最高兴的了。对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是最高兴。如果白的冲断黑的，您从这儿一打。当然这是最高兴。这因为这个点就发挥了，这一冲过来。对，这个白的是全使不上劲儿。白棋不会这么笨。对，这个都不行。这个不可能这么走。是。这样呢，就是说步调快一点。不快一点，我这步子迈得快点，您这儿反正没有断我。下一步呢，比如说我这可还可以这样，是吧？点刺啊，是这样的，也是一种下法。但是他要这样，这样呢，这个不肯点。
再不肯点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刘老师，就像您刚才说，如果能走到前面去，步调快的话，比这个来说，这儿也不是能成演的，就是说，哪怕交换完，可能还是得往外走。你觉得我那个想法也可以？对，就如果能够就这样走出来，他没得反击啊，感觉速度快，速度快一点更好一点，也是一个办法。就是他，也许不愿意损这个，不愿意损，有他的道理，他觉得损那个。有一定的担心。哎，我们下往下看就知道了啊。接下来白的是虎的。虎是你的，是他的先手，他要走这个，挡会被挡，这样是他的权利。对。这样呢，他就上面走后，然后呢，白棋再一个方向走什么呢？他是碰的。哎，这个碰是个好棋啊。是吗，刘老师？这我们爱好者朋友一看可能看不懂啊，是什么意图呢？是好棋，感觉上是好像很紧凑的样子，对，嗯，是，现在呢，你如果走这个吧，我走这个，他这个搬先手是吧？哦，这个是权利，我得度过，对，再搬这个，我搬吗？我搬这个，然后我就长，哦。这个呢，就把这个给糊住了。你看，原来有点了，有什么？一下子就有形势了。哎，他要这么下。嗯。他是希望这样。嗯。然后呢，你碰的时候啊，那你走什么呢？你搬上面，他会断呢。他是走的这个。对，他是搬的。他是希望你搬这个，他粘住。哎，这样下。啊，这就没有您刚才那个搬了。哎，对，但是他这个搬好棋。啊。搬这个好棋，这下让黑的有点难受。搬这个呢，你如果长，我会也会搬、这个、再搬，再连搬这个，一下就收起来了。他会这么下。这个碰，就是说在这个条件下是一个好棋。试试你的硬手。问你要什么？问你要什么？你是搬上面搬下面怎么走？我想便宜你一下。让在这个时候欺负你一下吧。他是走的，他最后选的这个，对，那我是搬上面。对，搬上面。然后他是连搬的，连搬啊。因为走这个他怕他连搬粘上又不肯是，所以他连搬呢，那可能这个下法呢就是想抢一头啊，看你走什么。是吧？他走什么呢？他是把这个吃了。他走别的好像也不合适。他走的这个干脆就转换了。对，打吃这个，把这个扔掉。哎，那么他也干脆各提一个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对，把这提掉。嗯，这个呢，就是说，我能提一个，你提一个，大家都算。都算那个什么了，算是妥协了啊，握手言和吗？在这儿，这样的话，应该说白棋能够在这个也走后了的话，好像原来这个地方还有点薄，也算行，白棋好像还可以啊，白棋还可以，是不是？是，这感觉白棋又争到一个先手。哦，这个地方是不是他先漏了一个？还没有，刘老师啊，他后来现在这该白棋了，对。白棋走什么？白棋是立了一个，对，然后他拐，对，他拐，拐头，嗯，这个时候也可以这样啊，如果你走这个也可以这样，对，但是呢，这个现在已经不对，这两个交换了，不一样了，他拐，然后白的跳，这个跳有点好像他，我估计啊，他担心这个刺一下哈，担心刺。他补一下，就是说他不愿意被刺着，对，所以呢，他跳一个呢，防一下这个，但实际上这个时候啊，就朴实的搬了长比较好。哦，您就这样搬了，这实际上也防了这个。你如果敢点的话，他不粘，他也这个时候再反击，哦，比较狠，这个比较狠，就让你也断不了，对吧？点只能怎么？这个时候，应该先把这个护上，点的时候我再穿，这样是比较有利的。现在他没有走这个实际上是很大，
因为这个搬了成型了之后啊，他以后我怎么供你啊，不管是走这个什么供你啊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对，给他的压力会大。应该本行先把这个做起来，做起来自己也加强了，嗯，以后你这个呢也在被我供的这个范围之内。嗯，他没有走那个。对，他可能会不会，也许他觉得有点慢，对，也有可能考虑啊，他反正没有往这个方向走，嗯，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地方，应该把它给这个形状走上，嗯，应该走上，对，哎，这个是要点，要点，哎，你走上之后，不管白棋走哈，嗯，走上这个时候，黑棋你往哪个方向走呢？点了我能穿，你要压呢，我就跟着搬。你再搬我就搬就没关系，这个也没事，这个没关系。这个在这个方向走呢，你黑棋这个你有一个子在这里了，这个是黑棋比较困难。嗯嗯，这感觉白的这样比较好。嗯啊，对，你这可能就是本手。哎，本手啊，本手走完然后再发力比较好。走了这个之后，嗯，那黑棋看黑棋，黑棋就先跳。这个地方也没走呢啊，他马上就要走。哎，嗯，这个一跳啊，不对了，为什么呢？你这个薄的地方出来了，嗯，比如说我下步在这儿一点，哎，这个地方味道不对了，或者是我就往前的跳一下，你就很难受。哦，跳一下就很难过。这有个洼，哎，对，都不好。薄了一下，哎，薄了，嗯，这个不太好。这个跳其实把它的眼位啊，你要这个袜沾长先手，这个地方就整形不太好。所以你这个地方还得走啊，不走的话，他不管白黑棋往哪个地方，往这个地方走比较凶了，那就算我走这个，你就很难过。嗯，那不舒服，已经不舒服了。嗯，哎，你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，这里面有袜，这里有点，这里有断，是吧？对，这个地方，所以他之前这个跳了一下之后，白棋的形状薄了。嗯，白棋走什么？他是这里补啊，这个不补的话，黑棋就直接往前跳就已经难受了。对，所以他把这个还得防一下，防一下呢，这个形状就不如刚才呢，现在有薄位了。嗯，哎，然后这个黑棋，哎，这个地方这个大。刘老师一直多次强调这里。哎，刚才我说本来还想这个手，这个地方守住了很大，但是呢他为了攻上面他要走高位，但是这个地方一漏啊，这个地方下一步这有这个棋，嗯，这个很厉害的。嗯，所以这个地方漏一下也很大，然后白棋白的没法反击，有点不舒服，那怎么补啊？得补啊，这个他补了啊，这个形状让被他便宜了，便宜了呢，这个不说，后面还有些后续手段。哎，对，这味道不好，味道不好。嗯嗯，这个被他你看便宜的这个形状不好，是吧？对，哎，这个黑棋便宜了之后他就回到上边了。这个他是走的什么呢？他是打吃的。打吃，嗯，这个不好。打吃在这儿，其实刘老师，您说像这样子，白棋已经很厚了吧？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就打在一个人家不可能要的一个子上。这他不可能粘上，对吧？对。他会反击。对。其实这个时候，黑棋在这个打劫啊，嗯，效率不高了，就应该老老实回家算了，就应该走这个。你这面被挡下来，本身他也有木。对不对？嗯，本身他主要是攻着他难受啊。对，你回家不管目不大，但是呢，我先安全了回去，这个小意思给他了，这个给他了。你要走这个，我就在走中央再走一个就完了，这没有什么。哦，哎，其实刘老师，您的这个意思就相当于是我是后手，但是我将来吧跳出来也，这个不要去随便打。哦，他打这个想效率更高。对，我省了一个度过的那个手段。对，他不愿意度过，这个比较用强，但是这个用强啊，在人家先提了一个了，你在这个地方用强的时机不对，感觉上有点奇怪。哎，不，这个打这个劫可能有问题。嗯，就应该度过。度过，然后这个棋一打，这个棋啊，黑棋，你就像刚才说的，王先生说这个不会去粘上了，他要给你打劫啊。现在这个打他是要走上面的，嗯，是不是啊？嗯，然后黑的提一提，对，找个劫，搬了一下脚，对，再提，再提，那个劫，这个劫啊，应该说是白棋轻，嗯，
黑棋反正生出一个劫，你中了。对。然后他粘黑棋就粘上了，这个要么你打劫，干脆你这还继续找劫，你也找劫不就完了？找这个劫再还继续打吧。嗯，他可能也是这也是这样吧，应该这样吧，打劫嘛。继续哈，别放弃。再看看，再看几步吧。他呢，这就没有，就直接就粘上了。是。粘上的话，如果这样只是出一手棋被走这一手棋啊，小了。嗯。虽然说我这个下来啊，可能有点过分。他这个有断有提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他这个以后还有作用。现在呢，白棋落先手之后啊，是这个刘老师，您说我们是不是让棋迷朋友们在这个地方思考一下？好，现在这个白轮白棋了，白棋呢稍稍对思考一下该怎么下。我们稍事休息，一会儿回来。好的。好，欢迎大家回来。那么刚才呢，我们给大家留下了一点点的小悬念啊，我们来继续看接下来白棋该怎么下。好的，刚才最后一招棋是粘住，嗯，打劫他也不打了，就直接粘住。现在是该白棋下，白棋整个形势啊，还是不错。为什么呢？他这个比较厚实啊，厚实控呢，也是差的不多。哎，因为这个黑棋要贴木，虽然你这个有木啊，但是这个棋呢。最关键的是白棋落得先手，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啊，是要对这个棋要进攻。黑棋这块，黑棋这一块啊，他没有活。嗯。现在是白棋落先手，他只要对这块进行进攻，从中把形势走畅了，这个棋白棋不错。嗯。哎，现在实战呢，他走在什么地方呢？他实战是贴住了，贴住，他觉得这样也不错。他可能觉得这一贴呢，我这边首先我还这个贴往下走呢，有一个威胁。对，挺大。然后他觉得这个口堵住，这样联络也不错。嗯。但实际上更厉害的话，这个棋应该是这么进攻，可能说更加狠。哦。这么进攻，因为你这个棋啊。你说你要是往这儿出头没啥用，这出头我这边走这个，对，把这块棋你得给我活呀，对，是吧？对，所以你也得往前走，你可能那忙着这个或者怎么样了啊，是吧？这儿你看还有尖冲，你就哪怕跟着走也没关系，是吧？啊、哦，刘老师、您就是想顺势，顺势还瞄着那个、对对对，或者我这么跳一跳，这里有尖断，这个顺势走就行，顺势进攻，嗯，让他去忙着补，然后呢，我顺势走后是最佳。现在他是应该这个是最强的，对，他是贴的，当然这个形势还是不错，是吧？对，要是黑棋没有什么反击，就是得回去的话，那当然好，哎，如果你回去，那我更高兴。这样一走，那我这个棋就跟你说，这个棋我就太容易了。嗯，所以呢，他黑棋也不会，黑棋呢，他走的什么呢？他是断了一个，哎，他断一个，断一个是啥意思呢？就是防这个下来。嗯。下来，对，因为他刘老师一看这个段吧，一开始觉得这不是送吃了吗？哎，但是不是，他是这样，他说我这个一提先手是吧、嗯？虽然这样你后了、嗯，我可能这中间再走一个什么哈，然后呢，你这个下来就不行了，我用我能搬过了。哦，这个地方有一个提了以后，对对对对，就搬过了，回家，哎，嗯，这样呢，就不怕这个，就防了你那个下来。对。但是呢，这个当然也是很损的啊。嗯，这个是他先断一个，也是一个苦肉计，先试一下试一下。你如果这样吃一个走后呢，哎，当然是就像刚才那样，他能够顺手补上这个。但是白棋他也不肯了，他这个时候他又转身走上面了吧？对，他是走的这个，刘老师在这个地方。啊，这个时候他没有选择这个，其实这个狠。这个最狠，这个是棋形啊，棋形狠，这个狠，就是说你要是走这个的，我再往前跳一个，这里有个尖，这个是最狠，哎，你的补这个段走什么？哎，你可能这里有个尖段呢，是吧？哎，你的忙着去补段，你要是这么，我就高兴了，我就在这儿过来，是吧？哎，这是比较狠一点的。
那刘老师，您说这个实战哈，实战就是白棋走的这一招，对，许家阳。那您说许家阳他的这个个人的棋风会不会在这盘棋当中，我们尤其可以体现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就是您说好像该发力的地方的时候，还是有点收着。是不是也和他这个进入这个半决赛以后他的心态啊？他这个判断呢，这个尤其在这个时候中盘的时候判断，他说他觉得自己的形势可能是不错，或者他觉得这样已经够了。当时他主要根据他的形势，像我这第一感是往这个最狠的下，他觉得这个尺度不应该那样，他觉得我这样只要收住，他觉得就行了。实际上这样呢，就是当时一个当局者。可能一种判断力，他觉得现在形势，他的判断觉得不错。我猜想啊，他是这么想的，他觉得现在够了，现在白棋啊，这个全局是个很不错的棋，但实际上未见的，这个时候你松了一下，可能后面形势就未见得那么乐观。就是您觉得一点都不能松，不能松。其实现在是可很焦灼的，那个程度好是有限。你这个时候就是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出手，这每个人的不一样，风格是风格不一样，是的，是的，可能属于我属于比较稍微凶一点啊，我对自己没自信嘛，就凶一点。他这个这样就可以。好，我们来看他继续啊。对，他走在这儿之后的下一手棋，提劫，对，提是他的权力，是吧？这个必须硬吧？这个其实要狠一点，还可能这个也是有可能。这个也是有可能的。你这块敢脱先吗？再脱先，敢脱先吗？你敢这样吗？这样，这样虽然提了，把这个，但是还死不掉啊，还没事儿。我再加一手，难道还吃不着吗？这个确实需要魄力，我觉得黑白都需要魄力。这真能活吗？我觉得。不见得吧，是吧？是，我就看加在什么地方，我再琢磨一下。所以呢，其实这招棋，那就更狠了。但实际上他这个时候也退缩，他觉得自己形势不错，他让了。对，他就觉得给你走还是给了。那么实战。实战，我觉得黑的这个闵玉婷反而表现的刘老师挺自如的。这俩还没有。有打劫的时候。打劫对，打了一次。打了一次，打了一个劫。然后他怎么说了？他是靠。靠一个好。在这个地方，就像您说的，想瞄一点这个。这个靠是一个常规手段。是，先试一下硬手，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手段。他看你是搬还是长、对，他是看你走什么，因为这个地方有个挖，你是搬还是退，选择哪个？这个长是不可以的，只有这两个选择，他是选择了这个，对，他是选择了，他看你走，他实际上应该退，你退的话，挖，我能挖吗？对，挖粘，大致粘上，我粘，因为你目前呢。我不能断吧，我吃那个没有意义。那三个没意思是吧？对，那粘他就这个粘上了。冲他挡住，就这样。对，他应该这么想。这好像没什么东西、暂时你这个还不见得完全先手。对。你这个棋呢，就算是这样吧，这个给着白给白棋，但是你这个一直在我的进攻范围之内。黑白棋就应该退一个，这样比较好。就算了，就应该这样定型就可以了。他实战，是扳住的，扳住呢，他就是说，就试试你这个地方是有弱点的，是白棋这个地方是薄一点，所以当初说是应该扳了长，扳这个很重要。你扳这个呢，他来这个了，是吧？对，他加住，加一个，这儿我觉得闵玉婷很机智。是你的弱点呢，你要这样的话，我这一长，你这个你怎么办？这里还有粘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是吧？你所以呢，这个也要退让，这个退让被再打一个，这个呢它舒服一些。这个呢，这个形状被多了两个子之后啊，黑棋对于它做活啊就有帮助了。棋形也变得有弹性了。对，然后再出来好。白的是小尖。小尖这个。这个棋啊。也是应该这样或者这样，往外走，感觉是应该是这样，还保持一个攻势，还是这样的，对中央啊，继续你这个能做大，他是走的这个，对，
这个呢，可能对这个有关系吗？应该它是瞄着。瞄着，但是实际上你这个就行，这个中间打，这个大师主要做这种，这样呢瞄着这个给他点眼位，比如说他走这个，你就算走这个给他活也没关系。对，让他活在里头。哎，对。而且他不也不见得能活，不是，就他你还可以先就点着他啊。他实践走成这样，他是走这个，这个棋也应该走这个。啊，走这个的话，这儿有点薄。哎，对对，这个比如说给他一点薄啊，这样就扳住，这样对上面好。嗯。他是实践这个，然后他跳这个，这个地方有了冲了，这个地方弱点还必须补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如果这样，可能就这个就不一样。就刘老师，您还是想把子儿尽量走到外头一点。现在他走这个。嗯。好，实战就是这样走的。是的。嗯。然后他飞。飞这个。我当时就觉得这个黑的看上去挺薄的，但是他还走得挺。对他，你看。激进的。他步子迈得很大。嗯。本来是被攻的，结果他走成这样的白棋，你这中间呢就有限了。他这个也回去了，没这样的话是白棋可能这个地方手软了。嗯，手软了，还是有点优势意识。有点优势，对，手软。实际上，它这个地方一直是薄的，它是尖的，这个是吧？对，小尖。本身也大，这个你本身被黑棋走也很大，小尖。对。哎，黑棋这个时候呢，它就没走了，它拐二路了。拐二路。嗯嗯。实际上，这个棋还是应该立这个，立这个大。这个大。立这个大。那逼着我得爬吧？爬了，它得跟着走。这样呢，应该说这样，这个力是很大的棋。嗯，因为被他这一拐啊，被他搬粘了，他赶快把这个大的棋搬粘。对，这个搬粘完就产生了加进去的味道。对，多一个加进去，这样的收官不如力。嗯，好，他可能啊，黑棋还没意识到这个时候形势并不是。怎么着？他可能觉得这个时候，实际上这样一搬粘的距离就不一样了。嗯。中间虽然说是缓了一些白棋，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形势啊，还是白棋控还是可以的。是刘老师，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是看这个棋的时候一直产生的哈。啊。就是黑棋看上去没成什么特别大的潜力的控。啊。就是边边角角，然后感觉二路三路也没有说很膨胀的这个实控啊。啊，那现在的局面就是说，其实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接近。接近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啊。然后接下来黑棋是这个。对，这个，这个呢，也是一步大棋。嗯。也是一步大棋。嗯，而且它中央啊，它的忙着要注意，它等于是也有点薄啊。白棋呢跟着压，对，白棋压，因为这个不走的话，我就算补一个也是有目的。关键是压完之后，它含着后面的棋，是，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不走，我这一靠你怎么办？我冲，冲，对，我这一挖。哟，那我只能打这个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我就算退。在啊，这个好像我就要这有个打，我补这个。那我就断了。哦，我这直接就被分断了。哎，打的冲可以挡上。对啊，这个棋具有分段的棋，就有可能你这个就很危险。是的。哎，这个棋是瞄着的后续手段。是。这个有了这个压。这个手段就成立的，一跨一挖，就很厉害的。你的补齐了，是，他就马上补了。他补这个了，哎，其实最保险的是补这个。啊，这个最安全，是最安全，是。其实你走这个呢，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味的。对。有可能，反正但是多走了一个之后啊，这上面总是眼位会好很多。嗯。他看他实战啊。对，他是跳。跳这个，对，跳。哦，他是要准备这个吧？对，他把这个先加进来。哎，要这个，这个是他想，其实应该单加，可能我觉得单加。嗯。单加这两个。黑的应该也不能。我总觉得这两个跳啊，白黑棋这个也加强了。我本来我还想着这个棋呢。对。想要卯着他的。他是觉得这样也行，先压，加这个，对，好。然后黑的没法反击了，黑的就粘上。然后呢，他度过。
然后黑的得硬一个，黑棋硬一个，嗯，硬一个，然后白棋是，白棋是把中央给封住了，它刺，哦，然后尖这个，对，把中央封了，这个本身也很大，是吧？也很大。好，他们就是这样定型成这样，对，但是这样定型啊，对黑棋来说，黑棋后面啊，它现在是有一个棋，现在实际上黑棋有机会。嗯，什么机会呢？这也是决议说的棋啊。哦，讲的应该在这个地方点，这个是有一个杀手锏在这个地方。这里是棋形的要点。对，这个地方很厉害，这招棋很厉害，你怎么应？我这个比如说一开始第一杆，我先稳健一下。稳健，我还有这个。哇，还有这个。这个我阻度，嗯，你阻度吧，嗯，阻度，我就粘住。哦，这个是很强硬的。哦，这是活的，刘老师才发现不是死的。这个把你的木掏了之后啊，还威胁你的眼位。嗯，你来吃我这个。这吃不了。不，我就要这样，你来吃吧。你这个我一下子进到脚上活。把你的脚给掏掉，对，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步棋，这个是成立的。嗯，怎么吃我？这确实吃不了了，您这个立着坚守，我就搬也不行啊，搬完您还可以提回去。对啊，你搬了我能打了这个，要这个，如果你这个我又立，嗯，对吧？哎，你这个也不能挤我，对吧？这个很厉害，你挡我走，所以这个很厉害。就这招棋，你再看看，有没有办法你来点这个？有没有办法？那如果我刘老师跟您对拼了，你说这个，我还是这个。您这招是很厉害呀！你试试。我敢立吗？如果立一个试试，可以试试。我看您一冲我，我好像是不是我断了？是啊，这个断你如何是好？不知道怎么办。这一断你可能就麻烦了啊。对，这麻烦了，这不行，我粘住，对对对，嗯，这个就完了。你要么就是说，在这个时候你反冲我一下，这样。但实际上，我这个力你也不行。哦，分段。我不是说让你能过，而你力，你只有一个办法冲。是这一段。对。啊。怎么办？看见了吧？这个。回家了，这不行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是一个很厉害的杀手锏。嗯，这个如果成立啊，不，或者说它实际上是成立的，哎，当时双方都没注意到，对，没注意到。对，这个呢，就是后面这个我研究的时候，这个电脑啊，决议给出的答案，哎，决议给出的答案。现在所以这个电脑啊，这个 AI 很厉害，哎，它经常能给你一些你当时想不到的一些答案。而且我们现在国家队训练的这个辅助训练都是靠这个决议，嗯，很多都是他给答案，找答案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，哎，就是一个典型的给一个决议给的答案，说这个如果点上去是黑棋很有力，是黑棋很好，哎，这时候如果一下着你白棋好像无解，你又怎么办法没有？是，但是刘老师如果只是破木的话，他实战不也是把这个？这个更厉害。哦，是这个确实是，嗯，更。然后白棋啊，白棋应该找个机会啊，在这个地方立掉。哦。或者说不走中央，或者是这个中间呢是应该立掉，这个地方让黑棋动手，只要一点，这个黑棋现在实战，我们看实战。对他实战是跳了。跳的好，这个跳也很厉害。嗯。跳也很厉害，如果你冲的话，你看这个地方也有棋。这或者是正好走了一虎啊，直接虎、这个、是吧哈？这个就也受不了，进来了，对、嗯，也是受不了的，所以这个还不能冲啊。对他不敢冲，对，他是直接后面挡了。嗯，嗯，实战好。再来，哎呀，这个也弄得他很难过。对，这也是有棋，也很难过，也很难过。再立。对对对对对。搬。他是冲这个是吧？对，打吃。这也被他给踏进空了。嗯。这没办法、哎，嗯，只好后手跳回。跳回，对，跳回去。
这样的话被这样的，总的来说也是黑棋便宜了啊，这儿进的角没有那个狠，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厉害的，把它空给汤了。这个有点惨，白的。这个还没走。尝一个，对，尝一个。他打吃了一个，他早上就脱先了。哦，对，煎了那个，煎这个，他这个要个便宜，可能试一下硬手，便宜一点。当然是黑棋会走，走这个不好，走这个被他断一个，不好啊。要走这个，走这个没事，下不去。你看这个断打，对，然后他定型成这样的，白棋还是应该走掉这个吧，不断。他应该白棋是不是黑棋在那个没硬的时候，黑的把这儿走了？哦，黑棋走这个，白的挡住，挡住，对，这样确定了。这个是先手，然后他再立，开始收官子，然后黑棋立，白的是尖掉了吗？白棋尖这个啊，尖这个，这他的先手，这个是的，这个是黑棋先手，这就看作是先。这个粘掉，这样。这样的话，总的来说，如果这么收官呢？应该说黑棋的控还是不少，这个被他一下给把角给拿掉了，对吧？是，这个地方打将还扑了一下，扑了一下。现在是现在轮白棋了，白棋是把这个粘上了，粘上，是最大的，粘上。黑棋中间点了，这个棋那个粘呢，或者是想不想办法啊？这个地方还有冲断了，是吧？这个已经厚了，他应该最初啊，比如说先跳啊，这个地方哦，先那个威胁一下，在没有长之前，现在已经试过景迁了，而只是粘上的话，这个棋局没有大的，现在黑棋可能应该走这个关子，应该是点了，点这个呢，这个地方可以便宜，他一断呢，是收官的好手段。单断，单断呢？这个时候只能吃，没有脾气啊！你这个时候如果粘上，被他这个有个冲进来，对，这个拦不住，拦不住，更亏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只能忍耐吃这个，被他吃这个定型成这样，对，这样呢，黑棋实际上就这个定型就便宜了，这个定型是黑棋能关子是便宜的，对，走成这样了之后，黑的靠进来，靠进来，是吧？这个也是比较大的，因为被白棋走的话就不一样啊。其实这个棋是因为没什么大棋了，好像没什么大棋了。现在白棋收官的话，可能控不够，控很危险。是站他继续收。实战这个，冲一个，挡一个，对。然后白的，这样的话就是比较，实战的就是这样的控比较难。实际上这个时候白棋如果那个时候还可以考虑这样，收官的刚才可以考虑这样，扳的能长进去，能够那个什么。他实战是这样走了，被靠了这个之后，这个扳下来不行，扳了不行，这样收官的话。如果往前走，只能这样了。只能忍住。只能忍住，不太乐意，对，他煎完了。现在白棋往中央走吗？现在没有什么。没有，他是把这个收完了以后，黑的靠，白的冲了，冲了这里。对。这个定型成这样，这里钉一个，钉一个，对，其实这个打吃，对，就是他的权利了，然后他尖掉，这个被他先手尖也是很大，本来是应该白棋走掉的，是吧？这尖，其实这也就是最后一个战役了，这个战役完了之后，这棋应该就非常明朗了，翻掉，打吃，掉，粘着，粘上，白的他不想连，他飞一个。黑的打吃。这个没有吗？还没打，刘老师。还没打。打吃了之后，这个地方顶了顶。
顶，这样。这样下。然后白的断。断这个。对。然后它打吃。对，它粘。粘住。再扑一下。它扑了两下，应该是打将。体力啊，没关系，再打吃。对。先手。粘上。粘上。这个。粘一个。这儿。这是他的先手，这儿冲他的做活，对，是吧？白的走，然后他这个在补活啊。他这个之前先提了一个，意思是你这块要。我如果敢这么吃。这一冲。这一冲。这块没了。这块死掉，那不能啊！转换是不行。对，所以他是补一个。补一个。然后黑的把这个走搬了，立下来，这么来啊，其实下到这儿，这个棋应该就定局了，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了，没啥关子了，这现在就没有什么可争的，这最多还有这个，是吧？这个但是呢，这个棋局可能形势不影响输赢了。实战就这么下的啊。对，他搬了力，后来就再走几手棋，白棋就投子了，就没有再把关子下完。那这盘棋，许家阳。就那应该是中盘输给了芈玉婷，对吧？这个棋啊，其实许家阳中间的时候很有希望的棋，是吧？是，就您老师，您觉得他其实是有点手软了。手软了，就刚才我说的，这个就应该这个时候用力啊，稍稍进攻。尤其是这个中间有好几次机会啊，就能够进攻。你看后来被黑棋压着，他本来很薄的棋，结果你中间为了围这个空，围不了多少目。然后拧过头过来之后，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给穿进来。对，从中央开始就一直是黑棋，一直是黑棋的得手了。对，就白棋还是有点偏于一种优势心理，可能就下的稍微下的中盘输在中盘了，乃中盘，这样呢就等于是芈玉婷一下子就获得了两连胜，是吧？是，那么其实呢，在这个孟百合的比赛当中，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半决赛，然后呢，还在这盘棋结束之后，相当于芈玉婷呢就2-0战胜了许家阳，进入到了孟百合的决赛。那么她的决赛的另外一位对手呢，也是中国棋手，是谢柯啊，这位小将。对。那么两个人呢，他们继续会在孟百合当中有更加精彩的一个碰撞。对。那么。今天我们的这个解说呢，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